每天都有新收获。Hello， 美派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孟美琪。其实在这儿想爆个料，就是101里的伙伴们大部分都是 man 的，对，所以可能方面不太一样，就可能我跟傅菁的话就比较直男一种，那种，然后可能 Sunny 的话就外表看起来他就比较 man， 然后像 Yami 的话他也是性格上就很 man 的那种，所以大家都不太一样。受大家照顾的话，我觉得子婷吧，对，因为她的话比较内向，可能很多时候可能大家要就是猜猜她的心。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减肥非常极端的人，就吃的时候吃特别多，不吃的时候完全不吃，所以就会把胃给搞得不太好。你要在就是健康的情况下有一个合理的减肥的计划，就不要乱来。我可以说我这个人活得很无聊吗？我没有很多爱好，然后粉丝知道的可能我也说过了，就比如平时可能会去健身啊，瑜伽啊，但之前因为工作太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但是之后的话如果有时间我还是会去的。唱歌跳舞就是我业余爱好，但是我把它变成了职业。第一个的话，我就是特别想要跟父母一起或者是跟成员们一起能够有一次时间长一点的旅行，然后我个人的话比较想去欧洲。二三的话还在计划中，我是想要画一幅，就填色，就是我在填色是一直给粉丝看过，然后但是我想要有一个那种专门就是我们粉丝的色板，然后我可以填色上去给他们。其实我画画很烂，我只会填色。你们也知道，就是大哥比较冷嘛，那我可能更多的话不在语言上，我可能会用行动去告诉你们，所以以后就看我怎么做吧。然后被你们一直这样喜爱，我很开心，然后大家一起加油吧，爱你们。